游戏橘子表示，1980年代在 Mega Drive 主机上颇受欢迎的经典战略 RPG 游戏《梦幻模拟战》将以崭新的姿态推出即时战略角色扮演线上游戏，中文名称将正式命名为《兰格利萨战记》，预计2011年会登场。而游戏也以全新的人物设定，希望带给玩家崭新的风貌。但是游戏的音乐制作还是找来《梦幻模拟战》系列的音乐制作人岩垂德行创作气势磅礴的配乐。制作小组表示，兰格利萨战记将会有光明、黑暗、帝国三大势力的纠结，除了保留玩家熟悉的经典剧情任务与各种不同类型指挥官部队设定之外，还加入了多变化的造型供玩家选择。至于游戏转职的部分，包括隐藏职业会有70种以上。至于历届系列作品的地形与角色战略性也将活用在新作当中，是否能够有效运用地形与属性相克的要素，创造出独特的战略，将成为胜负的关键。兰格利萨战记计划明年夏季率先在日本封闭测试，之后会在亚洲、美国、欧洲等地陆续推出。